在鸟语花香的大山深处，一群可爱的苗族小姑娘轻快地嬉戏玩耍，前后动律，腰部自下而上波浪式带动胸椎进行前后动律，双手在身旁由外向里做小画圆动作。手臂在身前左右放松摆动，端腿翻身时主力腿重心要稳，动力腿膝盖外开，小腿上端至膝盖的高度，同时第一只手臂主动打开画力圆。前后摆手，以波浪腰为基础，前后上下摆手臂，身体一定要松弛灵活，请再看一遍。